还有这个高度，尽量就是你的线的高度跟这个高度差不多，因为它就这样子，它热量就没有跑掉嘛，全在里面。这边一个风扇就是急速冷却的，因为我们铲子出来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温度比较的高一点快。很漂亮，是吧？这手机里面我看到的很漂亮。这个就比那个内风枪效率啊，然后负量率啊，基本上没有。